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，我是某 A， 我们开始第六关战役模式的旅程吧。我们终于来到了传说中阻碍通往失落大陆的神灯之门，我们在此看见的并非我们能够轻易对付的虾兵蟹将，而是由邪恶势力控制的强大军队。但幸运的是，在战斗爆发之时，法师公会将会来帮助我们一同打开神灯之门。解锁四级魔法塔了，四级魔法塔的两个升级技能是龙卷风，让敌人后退一段距离，和爆裂，让火球有 35% 的可能发生爆裂，就是 35% 可能攻击变为范围攻击。Might and magic, like a charm. 第三波左路的狼加盔甲兵加双刀大汉的组合，看来两个一级兵营加英雄来防守是有些吃不消，下次要在左路多加一个兵营才行。Reinforce!
对付右路的两个召唤木乃伊的法师是本关的课题之一。法师的物理防御较厚，并且两人之间相互加血，不消灭他们就会不停地召唤木乃伊消耗我们输出，之后从地下来的沙虫就会趁虚而入，所以得思考下该怎么对策才行。以目前的布阵来看，必须把敌人的地面部队固定在红色箭头所指处，不然魔法院的输出都打在地面部队上的话，逆风就能较轻松地通过，所以下次看该怎么防守。
got me, Artie. Yo-ho!看来又录一个地震塔就足够对付大量的木乃伊了。一星本关的难点都在前中期的第三波、第六波和第七波上，后期建筑升级上去后就没有什么难点了，之后我会着重防守这三波的。那么我们来观看三星通关吧。 Ahoy, matey! Fell on you. Might and magic. Reloaded! Avanti!For honor and glory! Want some for the king! Like a charm! Have at thee! Charge! For honor and glory! For the king! 这次的防守点放在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。上次的主要的布阵问题就是兵营太少，随着游戏进行，左右两路都会由三个兵营来防守。另外，蓝色箭头所指的魔法院需要尽快把它升级到三级或以上，主要是这个魔法院的攻击范围正好是左右路交汇处，正好可以作为蜜蜂群的收官所用。最后就是火焰雨的使用了，有几个定式要注意，之后我会告诉大家。这个火焰雨是定式，一定要放在这里。Thank you.
这个火焰鱼也是硬式。这个火焰鱼也是定式，也是一定要用在消灭这个法师上。最后就是这个火焰鱼，也是用在消灭法师上。
三星通关。好了，这次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批再见。